用游戏界呢排可谓相当精彩。Xbox One 行货啱啱推出 ，PlayStation 就用强劲游戏阵容反击。首先又用足三年时间开发赛车迷劲期待嘅 Drive Club。呢只 game 最大嘅特点系可以同成班朋友柴娃娃上网组队斗车。有自信嘅仲可以送挑战书俾其他车队。另外，即时天气变化系统亦都值得注目，例如落雨场面咁啊 ，Drive Club 会计算埋风向，真正做到横风横雨效果啊！发售日仲会有一款 Compact 钛盘架一齐推出，个名咁劲，其实只系将 PS 4手掣装入去，不过过下手瘾都 OK 啦。中英文合版会喺10月7号发售。如果赛车 game 唔啱玩都唔紧要，15号就有打丧尸兼解谜嘅 The Evil Within。まず怖い格闘家じゃないですかね。上次制作人三上真司嚟香港嗰阵，都同我哋讲过呢只 game 噶啦。今次佢决定回归恐怖 game 原点，唔系怒爆丧尸咁简单，而系玩气氛、玩解谜。Doctor。等玩家体验俾人闯恐怖大屋嘅感觉喎，只 game 其实完成咗㗎啦，不过厂方话画面暂时仲係要保持神秘喎，都好嘅，等多两个礼拜亲身玩啦。